这个机器呢是跟人是匹配的，就是基本上是一个人一台核酸体，选完样以后呢，然后进行一个扩增，这样子扩增的话，我们有二十台扩增仪，二十几台在这里面的话，它就同时能够上二十几板。比如说我们对核酸检测的这个全流程进行了创新，从采样到样本的转运，到检测，到结果的报告，提升效率。经过两年多来的积极的建设，我国的核酸检测的能力啊，应该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那么截止到目前，全国呢有1.3万家医疗卫生机构可以开展呢核酸检测。那么我们拥有呢15.3万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核酸检测的技术工作。那么现在每天啊，核酸检测的能力呢，已经能够达到单管每日5700万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。所以说呢，可以总的来看呢，就是整个核酸检测的能力呢，得到了显著的提升。目前呢，核酸检测的时间啊，应该说我们已经呢大大的缩短，效率呢也在不断的提升。那么在核酸检测的质量方面呢，除了我们这个常态化的开展呢这个室内的指评工作以外，我们呢还组织这个国家的临检中心以及各省的临检中心，对于呢这个我们的检测机构进行呢时间指评。目前呢，我们已经对超过3.5万家次的实验室进行了室间的指评，合格率呢达到99.7%。中天观众有好康，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，送水神是一举两得。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3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，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点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。